对对对，我们那个古关怎么样？还记得吗？对啊，那个以前嘛哦。那那个标题是什么？什么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那时候在把他是黄舒骏，好不好？他会问说要不要给他把，如果不给他把，他不强求。然后我们还有去泡温泉。现在的八连档就是写到哪想到哪写到哪，永远都是拿这个坏女人开刀。像我《天地有情》有一场戏，就是我必须要把那个黄少祺灌醉，把他丢到床上，看了他奸笑。我跟你讲，我为了这场戏在家哭多久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敢，大家真的看我都觉得我是个小妹。从小就被人家称作台妹吗？自从出了这个电音舞曲以后，人家才开始叫我台妹。不过很少人说我很台，大部分都说我很正。啊，那当然，很美很美，就像很多人都说我很帅是一样的。对啊，你们很配啊，一个正一个帅，我有给你改到。对对对，我们那个古关怎么样？还记得吗？对啊，那个以前嘛哦。各位观众，我跟你们报告一下，他们两个是我们以前在拍《大兵日记》。号称金童玉女的一个最佳干什么啊？观世音菩萨啦！那是因为所有的阿兵哥他最帅，那所有女生我最美。对，所以这个正一个帅，这个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我记得那个事情还有上报过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个标题是什么？什么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哎，等一下啊！你不要张冠李戴哦，那是接在你后面哦。我那个是。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哦，对，不一样，真的被写成这样吗？因为都是他拖累我，怎样？他要把萧墙，凭什么？不是，不是真的要把，只是人家记者是好玩的，其实标题很耸动，其实内容都没什么。台妹会比较豪放吗？卖不，当然不是以台妹来做定义，我觉得豪不豪放看个人呐。嗯。像我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点都不豪放啊，可是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，大家真的看我都觉得我是个小妹。对，在表演上，大家都觉得我是正妹。嗯，正妹正妹。我有次跟他录影在路上，我跟宪哥讲，宪哥旁边就说我是正妹耶。那我听到正妹两个字好开心哦。可是宪哥说，嗯，怎么这条路上那么多盲包？这个盲包。对啊，经常要穿的比较辣。可是我大部分都露腿而已啊。那对啊，像你们就没有看过我露。乳沟啊，或者是有吗？肉臀部，我从来没有露过。不是，小康问是你有吗？哎，你怎么乱讲啊？不是吗？我只说你有露乳沟吗？没有嘛？你怎么？哎，你那死孩子！其实我所有优点就是腿长而已。不要，16岁，他瞪人很厉害吗？很厉害啊！你看这一张，哇塞，跟李新文完全同一个味道，两个脸都狠的，不知道狠什么。大兵日记，我演新文的妹妹。哎。哇，这孙班长，孙班长，啊，我啊，对啊，你呀，哇，帅哥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看这十几年前，哎呦，我要好好看一下，哇哇哇，都没变哎，你也没老，有啦有啦，哦，这个照片好久了，对啊，超久，新闻是不是每一张照片都是这样子这个脸？没有，这是演班长，有不一样的，你看，哦，这就是我们全体演员，对，哦。大兵日记，对，你知道我在哪里吗？我就在孙普旁边。小刚激动，激动。我很好奇，康哥，你为什么要故意跑到我旁边跟我一起拍照？小刚，我可以确定他那时候为什么要拒绝你？没有，你那太怂了嘛，拉呆嘛，你这个呆子怎么会跟你在一起的？那时候在把他是黄舒骏，好不好？每天唱情歌给他听，你没意啊？康哥，你不要把责任推给黄舒骏哦。所以那个时候有两个男孩子在把你，一个就是小康说的黄舒骏，一个是他自己。对，他们两个在内斗了。哎呦，抢手抢手！他会问说要不要给他把，如果不给他把，他不强求。他直接这样问你了。所以我比较欣赏这一个。哎，你们后来就不了了之了。他没戏，我没戏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因为海边嘛，我们就会去骑脚踏车，去海边骑脚踏车。协力车吗？两人的，一人哦，各骑各的。
然后去拍照，然后这一招啊，小刚。然后我们还有去泡温泉。等一下，我们是有穿衣服的泡温泉，而且还有工作人员。不过大概只有一两个电灯泡而已。很用酷。拍完《大兵日记》之后就常常在演戏的嘛，还去演了一个那个什么龟仙人，对不对？那部电影啊，七龙珠。对对，七龙珠嘛，到泰国去演。七龙珠。那个不叫做演电影，那只是去好玩。看他演那个多厉害啊，不能忘哇！很会演，演那个坏女人的。没有，里面不是坏女人。但是你常演坏女人，对不对？对，在台内，对，都演坏女人，因为我看见一副正妹的样子。对对对，是，很少有正妹演好女孩。嗯，好女孩不就是要楚楚可怜吗？那你既然长那么正，那当然要演坏女生啊。对，你是正妹嘛？对，你演坏女人会不会演到不想演？会啊，会是。会，为什么？就拿那个之前那一档《天地有情》啊，我演坏女生啊，演到我每天。照镜子，我就觉得这面目可憎，坏，讨厌哦，面相都变了。我甚至都不想要照镜子，然后化妆的时候我就尽量快化，免得越看越讨厌这个人。啊，已经到这种地步哦。对，尤其是那个时候我刚好出一张专辑《悠悠姐妹》，那时候刚好留那个妹妹头，所以妹妹头来演坏女生刚刚好，是超香的。结果后来就发现这样的头发演了坏女生以后，我就觉得那个头发越看越坏，越看越讨厌。所以死也不要再留了。我演戏可以演到这样，是因为太入戏了。那如果找你演坏女人，你演不演？我不想演。那如果今天是李安导演找你，李安导演 ，OK 啊，因为我觉得电影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我说为什么不想演连续剧的坏女人？电影的我觉得 OK， 因为它剧本是整个设计好的，就是这样的。那因为现在的八连档就是写到哪想到哪写到哪，所以很有可能。像演坏女人有一个很差的缺点，就是当她收视率不好的时候，要加一些什么比较咸一点的，或者加一些什么重口味，永远都是拿这个坏女人开刀。她要不然被八个轮，要不然呢就是被八个轮，轮什么？就是强奸啊！跟你讲，现在八连档很可怕，就是因为你是坏女人，所以很多事情都会加在你身上，可能被人家衣服撕裂啦，或者是说这些很可怕的事，越狠的越奇怪的都上你身上。都会给这个角色，像我《天地有情》有一场戏，就是我必须要把那个黄少祺灌醉，把他丢到床上，我看着他奸笑，然后开始脱自己的衣服，然后就一个啪大露背，拍我的背，然后拍到黄少祺在床上，然后我就走过去，然后就上镜狂吻他。我跟你讲，我为了这场戏在家哭多久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不想要演这样的戏啊，我不敢。我觉得我不想要为戏牺牲。那因为台湾连续剧有太多，就是想到什么写什么。我觉得演员很容易在这种状况之下受伤。太重了。对，他会受伤的。那终究我们也不是那种年纪太大的女生没得混的，我觉得没有必要搞那一套。所以我现在不想演坏。那你现在最想演的是什么颜色角色？我现在最想演哑巴。我也很想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哑巴还可怕的要手语哎。哑巴不好演的，你以为哑巴好演的？我要演那种不会手语的哑巴。那我跟你讲，你演更棒好不好？你演个死人，高不高兴？你可以演智障的哑巴。我跟你讲，我出道第一部戏就是尸体。厉害。我演很像陀中华的一个人，还有那种苦情的，应该最好不要吧？哇塞，一天到晚苦情啊！我现在演的就是苦情的，对啊，一天到晚哭，超可怜，在戏里面克爸爸、克妈妈、克老公，克到就全家克光光，自己又曾经啼笑，啼笑之回来以后还失去记忆，然后失去记忆，现在好不容易已经恢复了，正常了，发现啊血癌要挂了，所以我现在是一个非常坎坷的女生。你想结婚吗？啊，我还想问你，你是不是不想结婚？你很想结婚。我想啊，我是觉得我不会因为年纪到了而结婚，我觉得应该是要找到对的人可以结婚的人再结婚。我先决条件是以结婚为前提。对对，但其实很多人并不想结婚。然后再加上自己实在太忙了。
尤其是拍戏以后太忙了，剩下的时间就是赶快休息，睡觉，赶快休息。然后现在你看，戏拍一拍又要宣传唱片，因为你机会来的时候你不会放，你放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就只能忙起来做。可是其实我在想，我会这么的谨慎找男朋友，或者说，我觉得我刚出道的时候有被男生吓到过。真的？怎么吓你啊？不是你。我怎么会吓你？我这么 gentleman。我刚出道的时候是有被男生就是吃豆腐啊，然后霸王要硬上钩。啊，我们圈子里的吗？对，圈子里也是艺人。对，艺人。叫什么名字？不能讲。好像不能讲哦，顾先生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啊，我觉得可能是被吓到，因为是我刚才刚出道，年轻人反而不会，反而是上了一点点年纪的人，才老色胚。我跟你讲，老，我跟你讲，老色鬼是最可恶。那时候还好另外一个人救了我，要不然真的可能真的就是那时候当红的一些人就对了。所以这个事情造成你之后心理上面有一些障碍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有一点，对，觉得男人脏也恶，不是，就会特别小心跟人私底下相处，会特别小心。